好玩好玩，快点小老板，你啊，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即将来临，首先要谢谢教育处、社会处、文化局三个单位整合一系列的活动，让孩子们有个快乐的这个儿童节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鹿港体育场就来举办一场 Kids 的儿童的这个宝贝嘉年华。那这边呢，可以说闯关啦、画桌画啦，还有我们小小老板啦，非常多的这个摊位啦，以及我们在地的很多的社团、社区，那以及相关的妇女。的团体都在这边设了非常多闯关的活动，让孩子们透过这样的一个闯关，了解更了解我们儿童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法令哦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今天也接着开始做我们模范儿童的一个表扬。四月到五月，我们会有八场的儿童剧，分散在各个乡镇来举办。在这边也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学小朋友们，那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这八场儿童剧。这是分别有六个不同的一个剧团所做的一个这个剧嘛哈。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那关怀孩子。那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受教环境，那让他快快乐乐能够成长，这是我们县政府努力的目标。再一次谢谢议会支持，也谢谢我们这个所有工作同仁大家的一个用心。哇，赞哦！那是啊。权利公约启动仪式。